在那个落水的从我们旁边驶过去，掉入河里面去了。啊，我们看到那一幕，弟弟出来了，然后我开车的朋友马上去把他救出来，先拿他嘛。我们这后面的人就拿杆杆嘛。河的对面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孩子，也正是跑过来，他们两个合力和我朋友他们一起拉上来的。人没事，就是车子淹没了。视频上的人吧，都参与了的，就是说还是好多嘛。